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实现我的音乐梦想，我的梦想是歌唱，我的梦想是站在长安街上唱一首《大地红》。啊，小粉团，哎呀，你会不会那种 PS 呀？啊 ，PS 会啊，就能够把人的脸就是瘦瘦的，瘦一点，胸大大，胸大点，屁股翘翘的，屁股翘点，腿长长的，腿长长。哎，你懂我，我懂你，懂我，就那种哥们儿，那当然懂了，那还是你吗？人是特别爱烦恼的动物，有的时候你会因为自己不知道想要得到什么而感到烦恼，有的时候你又会因为自己知道想要得到什么而却得不到感到烦恼。当然我理解，我很理解这种人。现在生活难吗？挣钱很困难，现在的人都是越来越精明了，所以养家糊口真的不容易，我理解，但是我不喜欢这种人，行吧？你们这帮外地孩子，你们哎，你们不好好跟家待着，你拿着父母的钱，你到北京来啊装逼了，还美其名又说来闯荡生活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就你们这帮孩子，外地孩子不好好学习，一天不好好工作啊，夜不归宿。你看这小区让你们弄的啊，没事啊，随地大小便啊，抽烟喝酒泡吧，夜不归宿。你给我便宜点呗，便宜不了啊，我是打工的。这钱也不是揣我兜里了，是哥，你就给我便宜点不？这便宜不了啊！以前常听大人们说吃饱了不想家。我觉得美食真的能给我带来强烈的幸福感，我很幸福，我也希望把这种幸福传递给每一个人。就像你好像早已厌倦了这个社会的浮躁，却无法拒绝的投身于其中。咱们一起啊，一起，一二三，走。